拉弓箭，他如果认定是坏球的话，不会出棒，挥空了。古宝拉投出了三振，他今天的第二次三振。很有耐心啊，继续压低了，来了一个需求。满球数，好球！哇，非常漂亮的精准的控球，让小胖林鸿玉站着不动，遭到了三振，连续两 K 出现。他是在抓变化球在打了，你的球马栽了。德保拉这球控制的精准，抓变化球再打，来速球就拼主审，是对于坏球内角高的速球，朱玉贤回报落空，德保拉飙出他这场比赛最快的一球150公里，这个半局他 KKK 三连 K 完成了一个三上三下的时间很长了、啊、对，不过这一球德保拉控制的精准哦，让梁家荣是站着不动，遭到了三振。德保拉已经连续送出了四次三振，哦，这个精准啊，这个真的没办法。这个球精准，也是变化球。哇，德保拉从第六局开始，这个消耗球在边边真的是控得非常好，这个球没话讲。德保拉。